安理会在过去一周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，各方已经就当前局势充分阐明立场关切。面对当前十分复杂敏感的形势，安理会既要做出必要反应，也要十分慎重。任何行动都要真正有利于化解危机，而不是火上浇油。如果处置不当，一味施压制裁，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员伤亡，更大的财产损失，更复杂混乱的局面，更难以弥合的分歧，彻底关上和平解决的大门，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无辜民众。这样的教训